讲这样英文的发音啊，跟熟悉一字多义啊，这里面讯息量很大啊，希望大家有缘看到这个视频啊，有这个缘分，希望能够有耐心啊，学语言呐、啊，学英文或学法文、学日文，一个就是要事半功倍，好的教材啊，用正确的方法学；第二个就是要耐心啊。我们先看这个。我先念一遍啊，这个发音啊，美式发音啊，然后这个是字母啊，字母，然后这是音标嘛，你对照一下啊，看一下，看看差多少，然后待会再讲这个意思啊，一字多义啊 ，manual，map。marathon, marathon, marriage, marriage, marrow, marrow, marry, marry, mash, mash。主要的差别就是像这种用绿用黄色、啊、标起来的这种不卷舌的 e， 卷一半的 e， 还有大卷舌的 e 啊。我们再看到一字多义啊，还有一字多词性。你看这字啊，词性你看经常都是不止一个啊，因为里面一个词性的也多啊，两个词性的也多，这两个啊。最多啊，就大概在七成，
另外三层呢啊，就大概三层啊，就是三个雌性啊，或三个以上。那大概呢啊，一个英文单字一个意思的啊，大概不到一半啊。然后呢，就是另外超过一半的，就是两个啊，包括两个以上的意思啊。所以我自己的资料库里面，一个字啊，英文字有五个或五个以上意思，大概有600多个啊，600多个。啊，道理就是越常用的字啊，词性越多，意思越多；越不常用的字啊，词性越少，意思越少。然后呢，字母数比较少的单字呢，它比较复杂；字母数很多或比较专业的啊，比较难记的，通常就比较单纯啊。刚好道理是相反的。Manual 啊，一般人讲形容词啊，手的啊，跟手有关系的啊，我手工的啊。手工就体力活的嘛啊，然后比较特殊的在法律上就实际占有的啊，你手到擒来嘛啊，实际上占有的啊，它引申出来，所以法律有些用字啊，包括其他专业医学啦、工程，有些字啊，它有字面上的意思，还有它实际上专业的意思。那名词就是比如手册，比如说使用手册，我简介啊。Manual 啊，这些名词，然后比较特殊的啊，又引申出来特殊的啊，就是风琴啊，苏格兰或者欧洲的风琴的键盘啊，一般键盘 keyboard， 和风琴它长得不太一样啊。然后兵器的教本啊，准则啊，教本啊，这两个比较特殊啊，所以它。名词形容词里面实际占有的、啊、这种法律的用字啊，还有名词的、啊、风琴的键盘啊，兵器的教本，这些都比较特殊一点，也就比较少见啊。但是为什么列出来呢？啊，还是会看得到啊。有些意思啊，几乎看不到的，至少我觉得几乎看不到，我就没有放进来。像 map 啊，大卷舌 map 啊，一般就地图嘛。那引申出来也可以当天体图嘛，它也是一种类似地图嘛。然后呢，引申出来这个少用一点，变成面孔啊，地图嘛，摊开来像一个地球的啊或者大地的脸嘛啊，所以又引申出来面孔。啊，动词呢就绘制地图啊，我在地图上表示出啊，啊又引申出来啊，探测嘛，你要画地图，绘制地图你要探测嘛。啊，探测你要详细计划嘛，就引申出来了。当然，详细计划它常会加一个副词 out map up， 或者摊开来了啊。所以它 map 也可以加一个 out， 也可以摊开来啊，也可以是详细计划。marathon 啊，这大全是就一般叫马拉松嘛。马拉松要是小孩子不懂什么叫马拉松，赛跑嘛，长距离赛跑嘛。长距离的比赛嘛，长距离比赛叫耐力的考验嘛，所以这耐力考验是引申出来的。Marriage 啊，它只能当名词啊，动词是 marry 啊，它的形容词比较特殊啊，比较少见 ，marriageal 啊，比较少见一点啊。名词是它的名词，结婚嘛啊，或婚姻生活嘛，或结婚典礼，又引申出来结婚嘛，就跟。老公太太嘛，紧密结合嘛，啊，有引申出来，所以 marriage 也可以当紧密结合嘛，那紧密结合就不一定跟结婚有关系了。像 mare 啊，大卷舌就髓啊，一般讲骨髓嘛，啊，那骨髓就人体的精华嘛，精髓嘛，啊，你看中文也是有个髓字嘛，英文也等于是有个髓字嘛，精华，啊，精华当然跟。或者精髓啊，当然跟骨髓就没有关系啊，同样有个髓字啊，也可以当活力嘛啊，那你要是骨髓出了问题啊，哦，比如骨髓比较少啊，或者骨质啊疏松就病恹恹的嘛，没有活力嘛，
然后比较特殊的像这个食用葫芦记不住没关系啊，这个用的少一点啊，但并不代表不用啊。但有些老外他我就是字典上有食用葫芦啊，我就把它当食用葫芦啊，不犯法啊，你就不认识啊。但是用的是少一点 ，Mary 啊，啊，当大写是玛丽嘛，小写就是结婚嘛啊，所以它的名词是 marriage。动词是 marry 啊，形容词是 marriageable， 就嫁娶啊，男婚女嫁嘛，结婚嘛就结婚嘛，也可以是牧师等证婚啦、啊。当然有时候证婚不一定是牧师啊，啊，我们现在一般结婚证婚人他不一定是神父牧师嘛，就反正证婚的意思啊。match 啊 ，match 就是一团那些玛丽苏尼啊，那个一堆啊糊状物啊。本来是麦芽浆啊，浆也是有水分嘛啊，像泥巴一样嘛啊，糊状物啊，像这个玛丽苏泥、玛丽苏泥啊什么泥啊，玛丽苏泥啊，或混合的饲料。啊，动词啊，就是用力啊，用什么钵啊，用什么小的这个木头的东西啊，捣成糊状啊，那捣成糊状叫压碎嘛。然后又有一个特殊啊 ，mash 也是调情啊，所以你要是在一个句子，你不管用说啊或用写，是调情的意思，老外会吓到啊。当然有些老外他可能也不知道啊，大家知道以后才知道你的英文程度相当好。mash 一般是面具嘛啊，讲面具嘛啊，讲我们说面具假面具嘛啊，或遮蔽物就把脸盖起来了嘛。那也当防护面具嘛，现在 COVID-19 也当这个口罩嘛啊。那口罩常常会前面加一个 face 脸啊 ，face mask 啊。啊，有的是不是口罩？它口罩外面啊，再戴一层那个像侦报警察那个啊，叫做 shield，S-H-I-E-L-D shield 或者是 face shield 啊，就有些嘴巴戴口罩，啊、外面又戴一层啊，像透明的、啊、亚克力做的玻璃罩。也可以当掩饰啊，或者 mask 医生化妆舞会嘛，化妆舞会大家都戴面具嘛，啊，大家认不出来嘛，我戴假面具的人呐、啊，然后又有个特殊就面膜嘛，面膜也是敷在脸上嘛，啊，面膜的透明的、啊、脸还是看得出来啊，有的时候上面有颜色啊，就看不出脸。那动词叫戴面具嘛，啊，掩饰嘛，伪装嘛，化妆啊，这些意思。mass 就是反正就是一团的东西啊啊，我们先看名词，一团啊或者一块啊，一堆啊，一片啊，一群啊，稀里糊涂的，反正就是一大团的意思啊，或者众多啊，大量啊，然后也可以当质量啊，物理上的质量啊，中国大陆喜欢怪腔怪调质量，我觉得中国大陆有些。很奇怪，以前民国时代啊，不这样念，他就念好像质量啊。我们说合体、合第一啊，这是有一些很奇怪啊。啊，我们说提防你嘛，提防你啊，质量很奇怪啊。啊，大部分啊。那形容词呢，就大众的啊，大量的啊，大规模的啊。那它也可以当动词啊。啊，动词就是聚集起来啊，意思聚集起来一团一块这些。massacre 啊，大卷舌 massacre 是大屠杀。那我们有时候说这场比赛啊，比如说 NBA 啊，这个一比赛哦，就135-70大屠杀，就惨败嘛，比赛的惨败，好像类似大屠杀一样，但并没有死掉，就败得很惨。那也可以当动词啊，屠杀啊，使惨败啊，彻底击败这意思。mat 反正就是席子垫子的意思啊啊，比如名叫地席啊，放地上的席子，草席啊，反正都放在一个比较下面，放在地上，放在床铺上啊，或者擦鞋垫啊，这外国人常用擦鞋垫，也是摆地上嘛，或者体操等等啊，地板运动啊，还有韵律舞啊啊，用的垫子啊。怕这个啊屁股啊是大腿啊脏掉，摆个垫子，或者我们说蒲团呐、啊，中国小时候蒲团呐、啊，蒲团就是垫子嘛，也可以用 mat， 或者一丛一树啊，比如植物啊啊，
一种艺术花朵啊，动辄铺上席子啊，铺上席子啊，后来引申出来一个啊，缠结在一起啊，因为一些席子嘛，啊，席子编织嘛，啊，就是七长八长的缠结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比较特殊一点。match 一般名词啊，我们说，跟刚才意思上都比赛嘛，比赛跟火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嘛，你说用比赛也对吧？啊，火柴也是嘛，所以叫一枝多艺。比赛啊，对手啊，或者很速配啊，台语台湾的速配，很配合啊，很适合啊。那动词较量嘛，比赛叫较量嘛，啊，较量嘛，或比赛嘛，或比得上嘛，或相配，或者结婚 match， 我们说 matchmaker 就是啊媒婆啊，啊，这是专门撮合人家啊要结婚的。mate 啊，像这个就完全不觉得 mate 啊 ，mate 叫同伴嘛。那澳洲人、澳大利亚就怪腔怪调啊，像中国大陆怪腔怪调，地方巨量啊。那澳洲人叫 might， 好像那个我们叫做叫陈蛮呐啊，陈蛮我们就念 might 啊，像这个美国人听是不是叫陈蛮 might 啊，怪腔怪调。英国当然，英格兰是大家承认了，可是有时候觉得苏格兰呐、啊、威尔斯啊，啊，或者是爱尔兰啊，这怪腔怪调。同伴啊，老兄，配偶啊，另外一个当商船上有大副嘛啊，那军舰就没有什么大副二副嘛，所以商船上啊，这个一般管行政的啊，管这个船的驾驶啊。船长、大副、二副啊，那船板以下的管机器就是轮机长啊，最大啊，也是美国海军军师啊。动词就是变成配偶啊，或交配啊，配偶叫交配嘛，啊，变成伙伴啊，伙伴叫紧密结合嘛，配偶要紧密结合，所以引申出来紧密结合。Math 啊，大学生就是数学 mathematics 缩写，因为英文很多字啊，它本来的字啊。又粗又长，就把简写啊，像 mathematics 啊，觉得太难念就 math， 像直升机啊 helicopters 啊 helicopter 又觉得很麻烦了，用 chopper 啊 chopper， matter 啊是大卷舌 matter 啊就是名词，就是事情啊、问题啊、事件啊、麻烦的事情啊、毛病啊，啊另外这个意思差比较多，物质啊。或者事态啊，或者文章啊，这些素材内容啊，或重要性啊，意思也差蛮多的，尤其是物质啊，可以当 matter。那动词的话就可以当有关系啊，要紧啊啊，然后更特殊，居然还有一个化浓的意思啊，这记不住就没关系，也不说没关系啦，因为这个很难全部都知道啊。要全部记住很难啊，就是但是这是英文程度的展现啊，所以这边啊，其实对英文程度来讲啊，这个发音倒在其次了啊，发音只是一个便利性嘛，一个沟通嘛，它跟英文程度没什么关系啊，所以这边英文程度就是一字多义，这是叫英文程度，还有这个词性啊，你知道它几个词性。这叫英文程度啊，所以我的视频是教英文程度啊，不只是教你沟通啊，所以像教英文的太多了，但是要看到我视频大概要缘分吧，我也不太有名啊，可是确实啊，这个让看过视频很多人都讲说我这个啊教的内容啊，这个很扎实啊，就是对程度啊这个帮助比较大啊。但是要有耐心啊，有耐心，因为程度你要程度好啊，你不可能一蹴可及嘛，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嘛，还要有兴趣嘛，所以语言啊，英文啊，要讲到一定程度啊，可以沟通啊，讲的还算标准啊，啊，这些都不是太难啊，不是太难，可是程度要好，确实比较难啊。第一个需要事半功倍，而且有正确的学习方法，你要教材嘛。还要有这个耐心嘛 ，maximum 啊，大选是 maximum， 就是名词最大量、最大的数目、最大深度、顶点啊或最高速啊，意思都在一个范围之内啊。
所以一直多语最怕就是它有好几个范围啊，就意思就是说有些意思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最麻烦，甚至还有反义啊，还有它不同的意思也几乎相反的啊。你看嘛，像 defeat 击败嘛，动词是 defeat 就击败嘛，名词 defeat 就是被击败嘛，你看这是怎么搞。而形容词啊，就最大的啊，最多的最高的顶点了。那 may 呢啊，是助动词啊，它只能到助动词啊。当大写就是五月嘛啊，当然大写做五月可以是女孩子的名字嘛，梅嘛。助动词它后面要跟动词嘛，原形动词嘛，可能可以啊，祝福或者愿望，希望怎么样啊？这边就比较特殊啊，也可以是无论或尽管啊，能够啊，这两个就比较特殊一点。means 啊，完全不卷舌 ，means 啊，你看前面大卷舌，这边完全不卷舌，所以英文发音就在母音啊，而母音有六组啊，就是母音啊，它有每一组啊有两个到三个啊，发音很近啊，可是发音不同啊，这个最大的学问，就迷宫啊，迷津啊啊，迷宫你会感到困惑嘛，混乱嘛啊，动词就是使迷乱嘛啊，惊呆了啊。这个是或者是疑惑啦这些啊。那像 metal 啊，像这个就卷一半啊，或者叫中卷舌啊，中等程度的卷舌啊 ，metal 就它只能当动词啊，它形容词啊就比较怪啊，加一个 some 啊 ，medicine。名词加个 ing meddling 啊，动词干涉管闲事 啊，然后这个外国人常用啊，就是你随便摸一下东西啊，摸弄一下东西 啊，在外国里面不能随便碰啊，但中国就是比较随便的啊，你说别人的物品不要随便碰啊，那很多中国人知道啊，可是有的时候习惯不一样，你说中国人看到别人的小孩来摸一摸嘛。啊，这种摸摸头发嘛，摸摸脸嘛，脸捏两下，外国人认为不妥当，啊，不妥当。第一个小孩子有他人格嘛，你随便捏他，小孩子也不舒服嘛。第二个，你手上是病菌怎么办？啊，那就是很脏嘛，啊，所以到外国，你说在台湾是中国大陆，反正他稀里糊涂习惯了，无所谓啊，胖小孩，哎，好可爱，抱一抱，摸一摸，捏一捏，啊，大家也无所谓嘛。到外国不要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子啊，这样子，人家可能会心里不舒服。我小孩子因为什么摸脸啊？万一身上病毒怎么办？啊，我小孩子啊是不舒服怎么办啊？就跟他讲话可以啊，或者对最多啊，最多你跟他小孩子握个手也没关系啊，像这个算是礼节啊。啊，当然要看程度啊，有熟一点啊，跟那个很熟啊，就抱抱他，那要熟了以后啊。或者参与啊 ，medical， 决策决 medical 形容词啊，一般是医学的、医术的或者医药的啊，医疗的都跟医有关系啊。另外一个也可以当内科的啊，内外有别嘛，内科诊断嘛，不动手术嘛啊，所以外科医生赚的多嘛，动手术另外有钱嘛啊，内科不动手术嘛。名词啊 ，medical， 它也可以当名词，一般 medical C A L 是。形容词啊，可它可以当名词啊，有些是 CL 可以当名词，有些不行。健康检查 medical 啊，这一般人不知道。meditate 啊，像这个发音就比较矫情啊，比较矫情一点。为什么呢？这是卷舌卷一半，med， 然后这边不卷舌，你看从不卷不是从卷舌卷一半都不卷舌，所以牙齿啊，不是牙齿，舌头啊，来不及应变。meditate 啊，有时候就变成两个都念成一样了。动词啊，就沉思啊，但也可以当冥想啊，一般常讲冥想啊。meditate 这边我这边没写出来啊，这个啊，这个打错字了啊，就是冥想啊，沉思啊，深思熟虑啊，或者打算怎么样冥想这些意思。melody 解释就一般 melody 一般它就能当名词啊。就是悦耳的声音啊，不管是人啊动物啊或乐器啊
悦耳的声音或美妙的音乐啊，有歌曲啊，旋律啊，音乐性这个意思。melt 啊，基本上是融化了，卷舌卷音版 melt 啊，动词融化啊，像冰啊融化，或者是火，或者是钢铁啊高温啊融化啊。所以以前我去参观啊，台湾那个中邦公司，哇，一看嘛，铁那么硬啊，真的是，哇，这个全部融化，高温呐、啊，这融化掉。啊，就觉得很壮观了啊！这怎么钢铁全部都红彤彤的、啊？然后看到那个机器啊，链子、啊、吊起来，然后放水，呲一声，哇，觉得好疗愈啊，好精彩啊！然后这软化嘛啊，柔软啊，消散或者感到极热、啊、这些意思，名词就是融化啊，不管是这个融化或这个融化或溶解。或融化物啊，但是它又有一个特殊的意思要出现，英文常讨厌很多移植多业，它突然跑一个不相关的意思，兑现支票啊，当然也可以做个推论啊，融化了嘛，就改变了嘛，本来这个支票嘛啊，结果融化掉，也不真的融化，这种解释的就变成现金了嘛，拿支票给他嘛，他就把你划入你的账户嘛，也是钱嘛，或者我给你现金也可以嘛 ，member 啊，爵士爵士版 member 啊，成员呐、啊，会员呐、啊，身体的一部分呐、啊。这又引申男性的生殖器啊，这种男性生殖器也是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嘛，他的会员嘛，身体一部分嘛，啊，所以他也可以当这个啊，所以这个比较特殊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喜欢跟老外用这些特殊意思啊，有的老外一听，哦呦，我知道，妈，你怎么知道这个特殊意思？有的不知道啊、哎，你是不是讲错了？我说你回去查字典嘛，你去问问别人嘛。哎，有几次啊，隔一天、隔两天了，哦，又跑过来或打电话说，哇、哦，你真厉害！我去查了字典，我去问，哦，真的有这个意思？哇，你怎么我美国人都不知道，你怎么台湾人知道？因为我在研究英文嘛 ，memory 啊，也是爵士卷 memory 啊，就记忆或记忆力啊，也可以当回忆。啊，记忆有时候会怀念嘛，你说怀念可以嘛，纪念嘛，啊，当然电脑这个没问题，大家知道电脑记忆体嘛，或者是、啊、这个是储存器啊 ，mend 啊，一般动词修理嘛，啊，修补嘛，缝补嘛，缝衣服嘛，也可以嘛，就错的改成对的嘛，不好的改成好的嘛，改善嘛，纠正啊，或者逐渐痊愈嘛。名字有修缮的部位啊，或者好转或痊愈这意思。mental 啊，卷舌卷音版 mental， 那形容词精神的、心理的、智力的啊，越多的一个精神，多一个病啊，也可以当精神病的、啊、或者内心的。那名词 mental 啊，一般就认为是形容词嘛，直接形容词啊，不止名词也可以，精神病患者，这个一般就不知道。mention 啊，卷舌卷音版 mention 的、啊、动词提到。啊，名词动词提到嘛，提及嘛，但它还有意思啊，就是提名表扬啊，这一般人就不会用，不知道这个意思。menu 一般就菜单嘛，去餐厅要点菜嘛 ，menu 啊，又引申出来菜饭啊，饭菜啊，然后呢，这个没问题啊，这大家都知道，电脑的选单嘛 ，menu 下拉式的嘛，这大家都知道。merit 啊 ，merit 就是名词啊，价值啊，长处优点啦、啊，啊，功劳啊，功过啊，然后法律依据啊，这比较特殊啊 ，merit， 啊，就是这个功过啊，应该讲功啊，但功过、啊、比较了解，就是我们是记功加奖嘛，记功记过嘛，那 merit 是记功嘛啊，那法律依据啊，这也比较特殊一点啊，动词值得啊，值得怎么样？啊 ，marry 啊，就是，所以结婚是大卷舌 marry， 这个是欢乐的是卷一半 marry 啊，所以这两个字有差别啊，一般人也分不清楚。啊，形容词就欢乐的啊，轻快的、愉快的啊，另外多一个意思就是稍微有点醉啊，有时候人一醉就好像很高兴的样子，讲话就变得很轻松嘛，放松了。讲话平常不敢讲的也讲，微醉啊，所以人有时候正常喝点酒，有点醉了，话就开始多了，很高兴，啊，再喝下去啊，就胡说八道，就醉了啊，再怎么喝就醉死在那边，不省人事。
Mesh 啊，全是卷，一般就是网眼啦、啊，这个网啊，渔网啊，网眼的孔啊，啊或网状物啊，或者也可以当网路啊，也可以，但用的少一点，也可以当陷阱啊，网被网住了嘛，进入陷阱当中啊，所以这个网路跟陷阱用的少一点，尤其是网路少一点啊。也可以当动词啊，缠住啊，被网缠住啊，也可以当紧密配合啊，这引申出来的。mass 啊，卷一半 mass 啊 ，mass 它本来是mass 一般常用是乱七八糟啊，就弄乱或弄脏、弄乱、弄乱七八糟这个意思啊。那名词啊，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意思啊，比如伙食团呐、啊、食堂啊、伙食啊，啊，源于乱七八糟嘛，像一个困境嘛。啊，它又很特殊啊，可以当猫狗的屎啊、大便啊，这个也是乱七八糟一团嘛。给他肮脏的人呐、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是乱七八糟的意思啊，一个就是吃饭家伙。你看这两个，你看老这个大便，猫狗大便跟伙食嘛都可以吃。你看这个意思差多少？哎呀，这英文有时候也是乱七八糟、啊，可是没办法，有人用啊。所以语言的意思啊，只要有一堆人用啊，一个人用、两个人用不算，一堆人呐、啊，第一个啊，一堆人用。第二个用了一段时间啊，到最后现在还在用啊，所以只要是一堆人用了一段时间就承认了，字典就承认了。所以大的字典啊，就是每年要开几次编辑会议啊，就收集啦啊，编英文字典。哦，最近大家流行用什么字啊？我们收集到了50个、80个，大家开会啊，哪些要纳入字典，哪些不要啊？就是他认为。哦，可能会用一阵子，他就放进去。有些就是啊，可能用一阵就不用了，或者有些叫火星文，胡搞瞎搞，他也不用了。当字典是中型字典、超大型字典、小型字典也超大型字典或中型字典啊，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啊。所以我的各种视频训练，当然没办法，也不可能全部写嘛，很多东西也是 copy 嘛，这没办法。当然 copy 最好是注明出处啊，比较礼貌啊，也可以当吃饭啊，恭请膳食啊，弄脏或弄乱啊，集体用膳啊，当然我这里面当然我也没那么厉害，都是参考字典嘛，从字典参考下来的 message 啊，就是口信啊、消息啊、音信啊，哇，后来又变成有电的，有电文的、啊。啊，咨文呢、啊，就常常总统啊发表国会咨文啊，那种正式的啊，正式的文告啊，或正式的宣誓这些，或者文学作品的主旨啊。另外可以当神旨，神的意思啊，神旨神下旨，像皇帝圣旨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错了，不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奉天承运，诏曰啊，所以一般念错。电报或传真啊，动词是通知或通讯联系。Metal 是金属啊，Metal 啊，检测卷为 Metal 啊，金属或合金啊，或金属制品。另外可以当铁路的钢轨。那动词呢，就用金属包起来或用金属来装配啊。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啊，跟这个用碎石头来铺马路啊，这个比较特殊 Metal。这跟金属无关嘛，所以这种记不住就算了啊，用的确实少一点啊。形容词金属制的、啊、这个形容词常用 ，method 啊，卷一半啊，卷是 method 就方法、啊、办法啊，或者条理、秩序啊，或者教学法、啊。它的形容词 methodical 啊，它没有动词啊。Mexico 就墨西哥嘛，那这边形容词啊，或者墨西哥的啊，或者名词墨西哥 Mexican 啊，这边就没有列出来，因为意思差不多，所以这个 Mexico 啊，形容词或者一个大名词 Mexican nail 就完全不卷舌了，一般钉子嘛，手脚的指甲嘛，你看钉子跟指甲有什么关系？鸟兽的爪子啊。鸟嘴上的硬壳啊，鸟嘴都硬硬的嘛。啊，动词钉入，像钉子、钉入、钉牢啊，钉牢叫固定嘛。
啊，固定说我的目光啊，像定住一样啊，集中在怎么样，或者是啊，这个是不是施主啊？啊，抓住或者揭露，用力打。啊，另外一个比较特殊啊，就是棒球赛里面把堡垒者啊，比如说啊一垒往二垒跑，跑者，然后这个什么来个捕手啊，或者是啊什么什么外野手，传二垒啊，二垒手一接到刺杀出局啊。就是把球啊或者手套啊要碰到那个跑垒的刺杀出去啊，不是真的刺杀他，就碰到结束嘛。Naked 啊，完全不解释，一般呢他只能当形容词，裸体的，我就觉得光光的嘛，什么没穿嘛，就暴露了，光秃秃，所以裸体 Naked 不只是人啊，不穿衣服裸体的，一个是树木啊，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啊，秋天啊落叶啊，或到冬天没叶子。一个房子没有装饰，光秃秃的，一般买房子嘛，什么都没有嘛。你说，哎呀，我去看那个展示屋啊，好漂亮。可是，一买来当然什么都没有嘛，光秃秃，这墙壁嘛，家徒四壁嘛，啊，你完全买家具嘛，也可以是没有证据或没有保证啊，这引申出来，啊，所以这信息量都很大啊，它的一字多义的学问空间呢 啊，这太大。啊，最后再把这个正确的美式发音再念一次啊 ，manual, map, marathon, marriage, marrow, marry, mash, mask, mass, massacre, mat, match, mate.Math, matter, maximum, maze, meadow, medical, meditate, melody, melt, member, memory, mend, mental, mansion.Manual, merit, marry, 像这种 T 啊，像轻轻的念 merit 啊，完全不出来也不行啊，完全不出来人家会听成 marry 啊，念太重 marital 啊，像日本人也不对啊 ，mash, mass, message, metal, method.Mexico, nail, naked, 啊，这期讲这里。